快游戏欢天喜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快 Zero 的游戏节目，我是 Rock。今天因为我这个感冒比较严重啊，这个防止传染给 Teddy， 所以今天我自己来这个录一期啊。既然这个身体状况不佳，我们今天就不来打打杀杀了，我们来一期休闲一点的节目。所以我就想到了什么呢啊？我们之前这个头颅小屋这个存档、啊，好长时间没有建新的小屋了，我们来尝试再创建一个新的小屋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头颅小屋存档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头颅有哪些呢？有苦力怕的、史蒂夫的、大板牙史蒂夫是吧？女僵尸，然后末影人，然后小白骷髅，然后前面这个是什么来着？哦，岩浆怪！我天哪，这是 Teddy 给他怎么装饰的？这也太丑了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这一期来拼个什么的啊？我想了一下，我们这一期来拼一个那个什么吧，那个。潜影背小屋吧，啊，我们来拼一个潜影背的小屋，选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下面都已经占满了，这竞技场可以考虑拆掉了，回头让泰迪给它拆掉啊。我们建在山坡上吧，在这个山坡上，在这个位置来建一个潜影背的小屋啊，就在这个位置吧。啊，不是，我还把这给弄平一点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把这一层去掉，去掉一层之后，在这上面建一个潜影背的小屋。哎呀，去，把沙子再给补回去。不是沙石，是沙子补回去啊。这个好长时间没用这个电脑操作，有点不习惯，有点不适应了。我一直用的那个电脑，我们这个头颅小屋存档是在另外一个电脑上的啊。我爹，把这些挖一挖，挖出一块比较平的地方来。好了，有这么一块地方，我们应该够建一个潜影背小屋了啊。我先找个潜影背作为我的模特，是吧？我们先找一个生成潜影背，这是猪。哪个是潜影杯？这个是潜影杯。好，我们来生成一个潜影杯啊！哎，这玩意儿会瞬移啊，是吧？我没法它限制它呀。哇，潜影杯，我们肯定要做一个它打开的状态了，是吧？它合上就是一个紫色的方块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做一个它打开的状态，但是它不一直打开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张开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哦，是这种感觉的，是吧？好吧，还是挺有难度的，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。首先要用紫色的搭一个这样的凸形的。然后侧面呢，哦，侧面也是凸形的，这边肯定也是呗，看看是不是、啊、嘿嘿，潜影背，嘿嘿嘿，该起床了。嗯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嗯，好吧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好的，我们还是这个方块还是8×8。然后紫色的潜影背的紫色，那当然用那个墨地的那种，那叫什么来着，紫松果什么的，那种这种比较好了，是吧？紫破块，嗯，用这个来造，这个颜色应该是最贴合的。好的，我们先把底下的它这个底座造出来啊。它这个底座是这样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哇，这边够不够？应该够了。然后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这边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这边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。然后它起来的时候，下面这是几格？大概，应该两层高比较好，两层高，这样。然后中间空四格，不是空四格，这上来，然后上面再凸出来，凸出来多少？我看啊，凸出来一层还是两层呢？嘿嘿嘿，睁瞎眼行不行啊 ？Hello， 不睁眼是吧？我感觉应该是凸出来两层。嘿，要我打你一下吗？我再招一个吧。你们俩好歹，哦，他睁眼了，哎，他头转过去了，哦，在这个位置，哦，嗯，差不多是两层，再上面再来一层。好，这是他那个凸起来的那一块啊，这是下面底下那个壳凸起来的那一块。好，我们都每个边都做一样的处理，这边也再来一层，然后上面铺起来，四。好，再一层，2、3、4，好，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1、2、3、4，再来。好，这是它底下那个壳了，是吧？它张开脑，哎，张开一起张开了。哦，张开的时候底下那个壳是这样的，是吧？然后它是张开几层呢？张开两层高，张开两层高，我要怎么处理呢？张开两层高，我再看一眼啊。张开两层高，哦，本来是扣着的，然后上起来两层，我天，什么声？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这样，
然后没有这一块，没有这一块，然后再往上，正好它俩是错开的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过来了。哦，到没到八格，还缺一格，然后下面是一样的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应该是它打开的状态啊。不做打开的状态的话就没有意义了，看不见里面就没有意义了。这应该是打开的状态，很好，我们就这样来挑个白天。 I'm sad day， 挑白天。哎呀，我这个鼻涕有点严重啊，今天这个感冒比较厉害。往下。好，对，这样是打开的状态。哦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七，然后下来连上。哦，这边还缺，连上。好，然后这边还缺。好，这边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。这样应该是它这个壳打开的样子了，是吧？然后就是它的在上面应该是封顶啊，上面还有一层，上面还有一层，这哪够啊。上半壳跟下半壳应该是基本上是对称的，正好它俩闭起来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紫色的大方块。哦，这样差不多吧。哎，这样是差不，哎，后面不对，这地方不对呀。我这多了两个。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的。然后我决定把上面封起来了，这个头可以封起来了。头，哎呀，头封起来啊。这个紫破块，哎，还有没有纯色的紫色？这倒没考虑，是吧？要是有纯色的紫色就好了。现在可能没有啊。竖纹紫破块是什么样的？完了，我盖了这么多了，我才想到这个合不合适，怎么能行呢？好像更乱一点。还不如我现在这个。好吧，都已经盖了这么多了，我们就不去找其他的了，就用这个，就用普通的紫破块吧。好，把这个给装起来。好了，这是脑袋外壳，是吧？前影壳做好了，那么就是它张开之后里面的鼻子眼的部分。哎，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不要转头。哦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能不能去掉壳看里面啊？我天，我好想去掉壳看看里面什么样。哎，我看观察者模式能不能钻进去。 Game Mode 3， 能不能钻进去看看里面什么样。哎，可以。哎，哦，里面是，哎呀呀呀，可以的。哦，里面是这样。哎，别动别动啊，别动，停住，让我停住，能不能让我停住，又出来了。哎呀，好晃啊，能不能让我停在那个合适的位置啊。哎呀，好难，让我停在合适的位置看一眼呗，看一眼就行。哎，差不多。哎，太靠前了，再往后一点，我要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。过了，合适位置。哎呀，又过了。我看看啊，它这是长什么样啊。一格，两格，三格，四格，五格，六格不对吧，我们总共外面才八格。六格好像不对呀，那我不能给它造六格，造四格又不对。哦，它是里面跟那个外面的格大小不一样，这下不好整，这下不好弄了。来看看啊，造六格的话它就露不出来了，它这只适合四格，是吧？它只适合四格。但是我又没有半格的东西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又没有半格的东西。然后上下呢？上下方向呢？再往前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上下是六格，这边也是六格，但是得有半格的东西啊。我们这个 MC 里面没有半格的这种东西，是吧？半砖不是这个方向的。对，我再调回来看看啊。哎呀，遇到问题了，半格的东西啊。没有啊，那就做六格，
那就把这里面填满了，那能像吗？哦，它确实是4格宽，但是用了6格的东西。那我们只能给它改造一下了，只能给它改造一下了。这个地方得弄成这样，得让它露开的更多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里面的那个身体拼出来之后，从外面就看不见了，就是那个眼睛什么的就会被遮挡了。这样可能会好一点，我感觉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这样可能会好一点。哎，这样，上面砸掉2块，下面补上2块，补上2块。哦，这样里面露出来的地方更多了。嗯，然后再拼6格，占满这个空，好吧，只能这样了。好，我们找点这种。什么色？肉色的，肉色的方块，这砂石比较像，我感觉。平滑砂石有没有？我拿平滑砂石啊，跟这个砂石的颜色比较像，平滑砂石，来试一下。嗯，看看来啊，这个家伙先2层平滑砂石，反正是，肯定是先2层平滑砂石了。六，哦，我这底还没铺。这个底也得铺上，这个底也是这个，前硬壳没有底怎么能行呢？是吧？肯定是有底的。那我们这个玩意拼出来之后就不是小屋了，里面没有空间了，就没有空间了。我们得让它有空间才行啊。所以我们怎么弄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只把这个靠墙的这一面弄出来就行了。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然后这边4、5，这样，让它从外面看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本体，有一个身体，但是从里面看是一个小房子是吧？还有点空间，虽然这样就比较小了是吧？哦，我先从这开个门啊，先开个门出来，哎，然后这是2层了是吧？在下面一层，我应该是眼睛了。眼睛是先白后黑，先白后黑。好的，白色的用铁块石英吧，石英块，这是雪，石英块。然后黑色的用地狱砖不行，煤炭块啊，黑色的用煤炭块。它的眼睛，第一点，哎，不对，不是这个，啊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先白后黑。然后2个平滑砂石，然后还是先黑后白，哦，这种感觉的，好，下面的就露不出来了，下面露不出来就不用铺了，这样的话，哎，张开让我看看，嘿嘿嘿，哦，那边还有一条横杠，我都没弄，但弄上那条横杠的话，可能就不像了，哦，但是还是弄上了。嗯，深一点的，眼睛上面这一层是深一点的，我们把这一层换掉啊，换成比这个颜色深一点的。什么比较好呢？深一点的，深一点的，深一点点的，选一个颜色啊，淡灰色，硬化粘土。嗯，这个颜色应该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？看来稍微深了一点。嗯，稍微深了一点。哦，那我这样的话，我上面也得敲掉一层了，这样才能露出来啊。哇哦，哇哦，这样才能露出它来。好，好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好吧，这个确实比较难弄了啊，就变成这样了。不是，这侧面有这一层吗？张开，你。哦，侧面也有的，一圈的，白天白天，白天，一圈的，好，一圈，这个砸掉，把上面的露出来，我们这个修修改改，看看什么样最像啊？大家也看看，大家觉得什么样，哪个方式是最像的，能把这个前影背的小屋给做出来？哎，这样上面感觉太薄了。
这样感觉太薄了。对呀，你看它那个盖子多厚啊！我们这盖子这样太薄了，我上面再加一层吧，再加一层吧，再加一层，也许能更像一点。哎，啊不对不对，啊不对不对不对，加一层。中间铺起来，我们不断的修改它，修改出一个最像的样子。如果有这种半格的方块的话，就完美了。可惜没有啊。好了，嗯，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点？稍微好一点啊，应该是稍微好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堵起来的话，嗯，稍微好一点应该是。从侧面看，侧面我还没装起来呢，侧面我得给它全部垫起来，平滑砂石。这样，那我们这个小屋里面的空间比较小了。哦，啊，前影背，前影背，你长这样你还满意不？我看来，嗯，还算是挺像吧。好吧，还算是挺像吧，虽然跟原来的不是跟它那个实物。不是完全一样啊！好了，我们来开个门，来开个门，从这进去。嗯，里面的空间还行，并不是特别的小。好，装点灯什么的，来点海晶灯。海晶灯，海晶灯，来点海晶灯，装在四个角上。好，海晶灯。这里面有照亮了，然后家具什么的我就不放了，留给太地方嘛。然后放两个门是吧？这前影背有紫色的门吗？紫色的门才合适啊。但是并没有紫色的门啊，这怎么整？好吧，暂时先不放门吧。为了让它更像一点，我们先不放门吧，先用这个堵上得了。好，前影背你就长这样了。还挺像啊，还行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前影背小屋了啊！啊，天哪，这岩浆怪越看越别扭，我要把这四个砸掉，这砸错了，补上，好，我把这四个砸掉，这四个太事儿了，好了，这样还比较像一点，好，我们的这个小屋的阵容已经扩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了，是吧？有七个小屋了，当然这个我的世界里面还有好多可以做小屋的这样的头颅啊，或者是怪物啊，我们以后把它逐渐充实起来，把这一片全部弄成这种各式各样的头颅啊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太好，一说话头就疼，所以我们今天视频就不要录太长了，我们就简单的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头颅小屋，还有一些装饰的工作，内部装修就交给 Teddy 来做了啊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